紫苏华，我没有空理你，紫苏华，我目前跟这个在数牙，你啊嘞，我在跟他数牙，紫苏华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紫苏华，挣三万之后再改善无尘自刀把枪，紫苏华，哎，你紫苏华，你又要刷新闻，紫苏华，谢谢你啊，不是啊，我们又不认，不是很熟。你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世界上你们能不能好好做自己的生意，然后好好经营自己的粉丝哦？那如果要喷我，喷嘛，不用是买东西来这样做啦，就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被你们喷，我也习惯了。你在干什么，紫苏华？我没有空理你，紫苏华。我目前跟这个在数牙，你啊嘞，我在跟他数牙。紫苏华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紫苏华，你干什么？紫苏华，挣三万之后再改善无尘自刀把枪，紫苏华决定送馆长的顶级空运进击，整张招馆长退货。哎，你紫苏华，你又要刷新闻，紫苏华，谢谢你啊。他说，耗资千万却设备不足。身为医师的他，最担心顶级食品没有好的无尘设备，造成生菌中灰尘污染，特地送一台价值三万多的空气炼净机。紫苏华表示，此举为了补足观众的观众，因为对方事业祝福，拒收，结果被退货了，难过。不是啊，我们又不认，不是很熟。你送东西，你送东西，我跟你讲啦，很多人都送东西到我们公司，都被我们拒收啦。谢谢他啦，还是要谢谢啦。哦，还是要谢谢他啦。哦，你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世界上你们能不能好好做自己的生意，然后好好经营自己的粉丝哦？那如果要喷我，喷嘛，不用是买东西来这样做啦，就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被你们喷，我也习惯了。你们都是政治的嘛，这个就不一样，这跟椅子不一样，这个是政治路线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到时候我们再联络一下史书华来吃一下我们便当，好不好？